肖战昨天刚直播完代言品牌 nars， 今天19点又直播代言品牌莫森了。粉丝这两天表示，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，虽然说可能只是录播，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新鲜的肖战，粉丝想看的赶紧去看，说不定还能赶上。今天肖战穿了一身浅蓝色的工装，工作室也是提前发了一组照片出来，这组照片相对于昨天的更多了几分温柔。肖战也戴了好几副不同的眼镜，摆了许多不同的姿势，真就是帅气极了。而莫森这个品牌其实还是一个国民度比较高的品牌，感觉我很早就听说过了，在印象中它的口碑也是很不错的，且价格有高有低，适合绝大多数的消费者。不得不说，肖战选代言的眼光是真的不错，许多路人都表示跟着他买绝对没错，如果真有问题，黑子早就扒出来了。今天的直播间可以说是非常火爆了，把我挤出去好几次就不说了，有一会还被挤崩了，粉丝也太夸张了吧。我本来想去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产品，正好最近有需求，没想到让我见识到了顶流的力量。我觉得他今天的直播笑得好温柔呀，突然就没有那种高冷感了，这个气质真的是拿捏得死死的，想怎么变就怎么变，拿眼镜翻来覆去的样子也是好萌呀。而且他每次说的话都很有深度，见解也是非常独特，对代言品牌了解的也是非常透彻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肖战的新剧播出。我最想看的还是玉骨遥，毕竟我是严重的古偶爱好者，这个剧也是动不动就来来回回的溜，没个准确的信，不过我还是非常期待的。